呢个系阿德尔有史以嚟第一个圣诞啦，仲会有好多个第一次噶。外甥睇下，佢哋到啦，就算好欢喜，大家上班起，个个月王恭喜，无从加美，当铺有让大厅租好过妒忌，随着钟声于心灵欢喜，你可不可？神秘者是否边有人谂过着蛇感冒？要共人人在节日高兴地过，如像钟声于心灵直播。犹如新出生的你共我，无用铁闸大门锁，全无为于欢欣的节日里笑声，带我某个夏季梦想。甜蜜的高歌，要忘记什么？逝别的时光。为什么会紧张又兴奋嘅？洪小白，圣诞钟出现代表阿德尔嘅圣诞开始啦。圣诞夜。